我们就录了哈、啊。好，张凯杰不在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杨志勇没有来，我就是 sorry 哦，哦、啊，只能跟你讲对不起了。好，那我有请，我就按照那个把你分在第二组，第二组来，组长，组长来，站起来一下好不好？他是你的组长，好、啊，那学长好会叫我的啊。啊，到时候第二组就对了。好、哦，再来陈伟，这是第三组吧？应该是，我没有记错。三组组长来，志成。好、哦，来陈伟，陈伟是很优秀，他在那个你应该有认识吧？好，请坐。不认识哈、哦，他跟其他同学做了一个很棒的专题。好，一个自动浇花的东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 这样在哪一组都知道了哦。好，老师，我没看到。什么？我没看到。我第几组？你第一组啊？我第一组。没有，期末上学期末就跟你讲好了，你都讲好了吗？了啊、我有跟你讲啊，怎样？我跟他开过会之后，有跟你们每一个人讲。有哦，好吧，第一组，我们在第一组，在这边，哦，好，这个名牌我今天就，哎，明天就会做完。好，当然是这样哦。回到这个概念图的东西，先不看这个概念图。我们上次讲到电梯图，我刚讲到印第安人传火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上次影片是这个，在电梯图里面，老师画了很多东西，记得不记得？好，我们先回到那里好了。概念也许对你来讲空白先，或者等一下我有机会我再来问。这些东西都是你熟的了。哎，这基本上跟 PN 切面、NPN 电离体上学期结合没什么两样。哦，我们上次也讲到，我们上次是、工作方式哈、哦，我们从这里开始讲起好了。我看一下啊，上次有一个，我上次有讲到这个地方，笔记本电脑这个东西。我们现在还在 PN 接面，我们还没多层电晶体。好，大家看这个东西 ，PN 接面这个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。P 跟碰在一起以后，它自然会过来。我们上次有讲过，同学讲对了，对不对？明白？对不对？你们，我记得你们正开始学这个东西的时候，老师有考这样的题目，就是问你说哦 ，PN 这边一大堆电动，一大堆电子，两个碰在一起，在实际接面上面、物理接面上面互相过来。过来就综合掉，你可以讲综合，因为实际上是一个带正电，一个带负电，有问题。它身上谁在动？其实电子在动啊，因为电动是在自动，它不会动啊。但是你电子过来就好像动跑到这边来一样，那就消失了。那中间有叫做未被遮蔽离子区，我们叫光滑区，有没有问题 ？OK 吧？啊，这边会有电场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你空电中这边有正电，这边有负电，你正电，你如果是一个电的东西放在中间，会不会受影响？会，那上面有接近电场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电场，所以你不同的被抵挡的就不容易过来，这样同意吗？同意吗？啊，虽然你这边扩散的关系，你这边浓度高，像这边电子一大堆，人形的本来多数材质就是电子，对不对？它要过来，因为这边被负挡住，有没有？有没有问题？所以它这边最后有一个平衡，这平衡就是你最后那光滑区的宽度，有没有？记不记得？记不记得？我讲到这里，我能不能问你，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？这个宽度跟那个什么有关？想想看，会跟什么有关？我不跟你讲公式，但是你想想看，你会跟什么有关系？一起跟什么有关系？你觉得跟什么有关系？都可以讲啊、哦。没有，你关概念就好了，没有关系。哎，自己，你不要因为自己以前不是练电的就矮化自己，不用，单纯的概念而已。你想想看，给一个提示，这边如果浓度很高，这边如果浓度很高，它只要切一块小蛋糕，只要切一块下来，这边就能够供应很多的，让它填的洞就很多了，电子很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如果它很松，我是必要往里面吃更多，才会有那么多电子或电动给你，懂吗？所以跟浓度有没有关系？是会有关系的。换句话讲，浓度越高哈，其实我的控压区不用太高，不用太宽，不会太宽的。OK。
这就是那个公式来的。好，我们不讲公式，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也不太会考，电子也不太会考这个东西。好，以后如果你念半导体物理研究，你也许考这个东西，但是你只要知道这个概念就可以了。你的概念老师给你100分的，如果你答出来，这跟浓度有关，浓度越高，就等于是越薄，对不对？它不需要那么宽的空滑区。好，来了，这个是大家看这两张，现在是空的，是开路的，就是我碰在一起，它自然会有一个平衡点在那里，对不对？现在来了，你外面加电池，加电压给它，直流电压给它，加的方向不一样，会不会影响？我们上次有讲过，就上礼拜的事，加的电压不一样，我们会影响它的宽度，有没有？我有讲过，你可以想想看，如果你加顺片压，顺片压力是什么意思？它有跟 P 有 N， 你如果 P 的电压加的直流电压比 N 的电压高的时候，我们称作顺向，对不对？有问题？那顺向的时候会怎么样？光滑区会变宽还是变窄？我们有讲过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先看负能，那边有顺向的吗？没有啊，这都逆偏压，因为事实上在半导体里面，元件正常工作都是逆偏。好，我们逆偏来讲好了，反过来啊，顺偏是另外一个方向。你可以看到，光是看你眼睛看到的是变宽的，有没有问题？变宽的，很简单，你正在这边供应的话，把负拉走了，有没有问题？把负拉走的话，这边是萝卜出来的，就是正的离子更多了，懂意思吗？它打一个正被圈起来的，就是这个作者在这门课本里面的记号，指的是我在晶格里面我那个原子所在的位置。它是被绑住的 ，OK， 没有被圈起来，它是能动的，像那个负都能动，正都能动的，这样清楚吗？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哦 ，OK 吗 ？OK， 够吗？可以吗？还有那个红玉老师会叫你哦，红玉 ，Hello， 你把红玉摇一下好不好？哎，你现在睡晚上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好，好 ，OK。所以逆偏压就是你这边有横，因为大家注意到电池这件事情，电池是什么？电池会变弯，会。所以你其实你拿来做灯泡也好，做什么也好，它通电的时候是让它消耗里面的化学，能同意吗？所以它会用完，你的电能量来用掉的掉，对不对？好。所以它这边就源源，那在它正常还可以供应电压的时候，它这样源源不断的供应正电跟负电在这边，你可以这样想，正电在这边的话把负给拿掉，中和掉也好，随便怎么想，或吸过来也好，能动的就是电子，吸走的时候掉出来的就是离子，有没有问题？裸露出来就是离子，所以它会变宽，这样合理吗？这样了解了哈，这样解释就可以了，老师都知道，至少你定性描述这样是 OK 的，对吗？好，然后第一个你知道它加逆偏压，空滑区变宽，它加的越大，加的大的跟加的小的宽度怎么变化？变得更宽，对不对？你加的越厉害，变越宽，有没有问题？这个也很合理。刚讲了，你有加，你力量就大，你当然拉过来负就多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讲一边哈，另外一边是一样意思。OK， 好，那好，你来想，我今天电压改变，我的宽度也改变，或者说你去看的时候，以中间线为准，左右两边的电荷量跟它所加的电压是有关系的。这个有没有像不像你在普通里面讲的平行板电容？像不像？肖正，像不像？你们商务里的时候能讲到这个东西？你上下两板都是导体 ，OK？ 加了电压不一样的时候，上面的 charge 下面的电荷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有没有概念？你这电压大的时候，这边电荷是不是多？我在看圈圈这里面的东西，不管公式，它公式是相乘电荷值乘以它的 V 等于 Q，
这个应该认识吧？这个电路学应该也讲过吧？对不对？好，有问题，老师还没问完哦，还没问呢，还是问你哦。对啊，平行板电容，我什么都不动了，距离也不动了，板子这个大小都不动了，怎么会固定？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好，没关系。第二个问题，我这两端的电压，你觉得直觉上回答我，加的值不一样，它上面的电荷会不会不一样？比如说我现在电压大一些，上面电荷是多还是少？变多还是变少？变多，对啊，没有错啊。你们可以这样想，我给比较大的力量，当然这边会存的电荷比较多，对不对？一直到不是无限大，而是它坏了嘛，对不对？电容坏了，爆掉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爆掉这东西有没有经验？你做电学实验的时候，如果对那种圆筒状的这种电解电容，哎，不是电容，对，电解电容嘛，陶瓷电容，对，电解电容。你对电解电容，如果充错电，它是有长角跟负短角，正负端如果充错的话，一直充，最后它会怎样？会从它包中冲开来，bang，对不对？有玩过这个经验，应该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吧？有没有？所以一直到它对它中间的这个介质呢，它强度不够大的时候，撑不住它就破掉了。OK， 但对你也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的，对你介质都很安全，只是你会吓一下，吓一跳一下。OK， 有没有问题？可以了解吗？好，电容两边端电压越大，它的电荷越多，那对我们半导体来讲 ，PN 呢，你的电荷要越多，它一定是控压区越宽，如此而已。所以控压区越宽，电荷越多，逆电压越大，这三件事情是一致的，好不好？有相互间的关系，这样清楚了吗？会不会讲？好，再来。好，这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，其实它是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们这样之后呢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工作模式，应该是我之前的那个影片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个，大家看一下，清楚吗？好，我们来看哦，一样的道理，我现在要讲电晶体的 MOS 电晶体。好，首先我们整个下面的基板都是半导体的东西，没有问题，细半导体我讲过了，没问题。这个材料还没改之前，在你应该这世界上应该还不会改，我觉得，因为它太便宜了，大量，你到商场去抓一把沙里面也有细，只是要精炼就变很贵而已，懂不懂意思？好，随地都有。好，出来后就要P型，大家知道了吗？正常三下要P型，我们都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多数载子是电动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呢，你做一个决体在上面，可以吗？这边有一个图，做一个决体在上面。你先不管做什么，好，现在这是一个氧化层，在上面再做一个导电板，好 ，OK， 以前是铝镀铜镀金，不管镀什么，好，后来发现是镀，我们就是变成一种，这制程来讲，后来 IC 制程上面就是做一个多晶体，然后掺杂很高的杂质，所以它的导电性非常好，其实像那个金属，有问题，好。Anyway， 他就做一个导电板绝缘体，下面也是半导体，有个导字哦，所以它也是会导电的，所以你就变成两个板之间插一个绝缘的东西，像刚才我跟夏正讨论的东西，对吗？哈，平行板电容可以吗？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你上下板之间我们可以加不同电压，我加电压越大，你注意到了吗？两板之间存的电荷就越多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翻上一页过来的，记得吗？哈，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，小姐有问题，刚刚有讲了，哦，你就会多嘛。我现在电荷带上面电荷越多，知道它烧掉嘛，放掉嘛，对不对？抵挡掉它的这个界面常数的系数强度爆掉了。好，所以下板如果我是这样加了正的正板，当然接下面负电压加了负极电池负极加了电压，当然下面就下板充满了，那表层充满了负电荷，有问题？两件事情，我的正电压加的地方充满了正电，负电压加的地方充那个板充满了负电，有问题？
这是一个急性。第二个大跟小的问题，电压越大，是不是那个电荷越多？有问题，这两件事，急性电荷的大跟小或多寡或多少，跟电压的关系，这个没有问题吧？这个越多，这个就越多，而且如果是正极接过来，这边充满了正电，有没有问题？因为挡住了，不让它过来，它很想过来，所以你用一个很强的绝缘纸把它赶挡住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对啊，好，所以它就在这里，所以就纯电了，就是电容的意思。OK， 好，接下来这是上下板，我这边充满了，假如是你这里的例子，我的下板充满了负电。我只要在左右两边用一个力量去拉它，它是不是就开始动了？你看我这边很巧妙的，我在下板，也就在 P 型器这边的两端，左右两端，我加去一个碳点，然后这边我加一个电压 V2 在这里，电性比较合，如果合适，像我这个正电在右边，中间在右边负值，当然负电要往正极靠嘛，对不对？有问题，所以它会往右边走，有问题。好，带电，虽然它是负电，没有关系，正负都 OK。它在动，代表它有电流，了解吗？回到我刚刚讲的印第安人放火这件事情，我刚刚讲了，他们用火来传讯号，我们这是用电来传讯号。电走了没？走了。电流动了没？流动了，采取动了，它来传讯号。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就看你用什么方式传，对不对？就很多了，哦，这个就是最起头，我们这个材料也好，或电力也好，它的工作模式。但是有个问题，想办法让它下盘有可以跑的东西，电荷，加合适的电压，让它按照我们设计的方向跑，这就是我们要的东西。清楚了没有？清楚了没有？而且你知道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上下盘这些电压越大，下盘的电荷是越多的，量越多的 ，OK 吗 ？OK 吗？好，到这里。可以哈，好，真正的 structure， 真正的结构像这样，这个我会让你画，这图一定要会画。好，你知道是怎么做的？王刚，没有这两个，只有上这个这两个。那我们刚才请画的结果是这样子，各位看，我们刚是下面那一个 P 型基底，我们下面那 P 型基底是用这个东西左右两边，那事实上制造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同一个面。同一个面，所以会长这个样子，懂我意思没？这个蓝色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两边，好，所以你这个东西在这里，好，这两边，好，了解吗？而且我弄电极是一个 N plus， 就是掺杂 N 型的，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吗？好，从外来，老师问你，来，龙姐你也是哦，好。哎 ，OK， 元件老师大概就是提这样而已，再来就是都是电路的东西，所以但是你要知道一下，后面要讲的是一些它的特性的关系。好，我们已经知道了，这下一个平行板电容，一二三夹心饼干三明治有没有？上面是导体，中间是绝缘体二氧化性，下面整个是梯形的基底。两边我又掺杂一个很高掺杂的 N 型 ，P 里面掺杂 N 型，这制造商都做得到，有问题？好 ，OK， 林宗伟，我要问你，对 ，OK， 我先问你 ，P 型机体上面的多数载子是什么？我把它掺杂成 P 的，它里面是什么东西多？什么东西多 ？P 型。P 型掺杂三架，什么东西多？啊？电子还是电动？啊？电动。电动多。对了，三架就是少一个角嘛，啊，那个就是等到别人来填，就是电动，知道吗？需要老师翻前面的图吗？最前面的图，所以跟这个会扣着哈，有没有？你的一，哦，电动哈，哦，这边 V， 这边就是电动，掺杂红就是电动 ，OK 哦。从外来的，再来，如果。
让它变成电子传导，我让它变成电子传导。OK。我上班下班之间要什么样的家电，要的情形才可以办得到呢？你可以查上门与下门加正负还是负正，会有机会让下门是让是 PG 里面这边原来是充满了电动，你刚讲的充满了电动的东西会变成电子，你要怎么加？上面要加比下面正呢，还是要比 下面负？是正负的加嘛？上满正下满负，还是上满负下满正？二选一，但是你想一想，应该怎么样下满才会跑出负来？你觉得呢？我们刚刚是讲过那个，来，你如果这个，你觉得这个 structure 这个结构太复杂，那你看这个对不对？你觉得怎么加下满会有负呢？就是啊。这样清楚不清楚？应该加上板，应该加正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因为它另外一板，它中间隔了电池，另外一板这边就已经是负的。啊，现在没有画出来，这是我要问你的嘛？这样清楚吗？会不会？所以如果我们称作负的时候是通道，或者是 NMOS， 我们讲 NMOS、NFET、NMOS、FET。那就是你家的电信，你的闸极，这边看到没？这叫闸极。来，先认识一下这四个四端点元件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，这个一定要会哦。这个完全跟你上面你学的 NPNPP 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PNP 没有这层氧化层哦，它是直接 N 跟 P 碰在一起而已，对不对？了解吗 ？OK 吗？共军那边有没有问题？哦，它架结构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说的四端，为什么四端呢？我们来看，我们来数啊。好，最重要的是闸极在上面，你看，在这边旁边左右两个原极、极极，但是你可以看起来它结构很对称，很对称。哦，那你说老师对称，你怎么知道右边是极极？我不知道，要看电压。好，这后面我们再讲。好，等下问电路机号我们再说。好，基本上是对称的，所以你要看哪一个电压比谁高，那么就定义做原极，或者看你是 MOS 或 PMOS， OK， 反正因为电压的关系，你可以讲这两个，一个是极，一个是原，好，这就三个咯。最后第四端元件在哪里？在基底，基底要给电压，基底就是变成说刚才的上下板，有没有？好，从我刚刚讲的上下板，他刚刚告诉我，我上面这个闸极要接正电，没错。下板要接负，所以下板这边也是一个电极哦，清楚了吗？从这里来看，是不是四端点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有没有？真正的构造是长这样。我来数一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OK，MOS 是四端元件。OK， 请问有没有问题？请问，好。神会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没有打桩哦，我们还是要下课。我们就停在这边思考一下，四端元件原来是这样的东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你它怎么变化，我们怎么控制它的电流跟电压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不知道为什么哈。对啊，哪一个？忘记了。一般是这样。